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、解水、解文水，好朋友古称常在咧招你探讨。台湾话讲四字的成语，咱才会顶背。说这个话，互咱对答的时阵内容加真丰富。啊，我专工去编，编日本时代台语大书店内底有记载。你想讲有一句，讲叫做“嘴昏嘴地”，这正正。台语大书店内底解说，就是讲用个应付的啦，用个空嘴报纸来现场咧看节目，只个朋友有椅啊，你甲我摇椅啊来坐；有体椅，你甲我摇体椅来体。无啦，其实吼，大家拢为了看节目啦，所以吼，嘴唇皮啊小宽台，或者嘴昏嘴地，用嘴请人食薰茶，事实都无传。啊，同款记载伫咧台语大书店内底，头一字是嘴，第三字嘛是嘴，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。另外還有一句，或者擦空擦顺，啊有影呢？头一字擦，第三字或者擦，原来相像。擦空擦顺，这就是做梦甲做的时阵人咧讲的话。咱知影讲，永早无螺丝无钉仔的时阵，干那空甲顺夹落，一只椅啊，一只桌啊，要做的成。做梦的师傅功夫看不外好，用过擦空，用过擦顺的，不过这。唔是咧讲做甲做嘅生意，是咧讲社会上，但你大书店内底有说明，讲吼，咱来咧讲要求嘅时阵，提出种种嘅条件咧讲为难。啊，当然，伊国前啊听到，目前民间咧应用，佫另外一款情形，就是讲来讲讲尻川后话，来讲重伤，也是流行话讲来讲注射。哇，国前啊无伫嘅，你走去甲节目嘅制作人安尼擦空擦损，意思讲。尻川后咧批评国政啊，我哪有人安尼用？搁说落来，国政啊，莫去查台语大书店，讲一个民间到呾个人伫咧流传的，这大家拢会晓。我哪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的，老爸老母辛辛苦苦，幼囡仔生出来都爱六西六六，这国政啊我知啦，就是讲红红幼幼的幼囡仔都爱靠爸母看顾，无唔对，当然。社会咧变迁，六西六六无定就是亲生父母，咱有当着啊委托，都爱靠这政府支持补助，咱请年母啊来邀，也是讲送去幼儿园，送去托儿所，总是台湾人咧讲这个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的成语，就是真真应付着国政头拄啊讲，咱的言语对答中间发挥加真丰富，予咱加听真有啦。